还蛮感动的。然后我们是一群学生，来自不同的学校，然后组成了这个乐团。我想要把这个乐团，把这个音乐分享给大家，来给大家这几天在这里守护打打气这样子。那我们第一首将为大家带来的是，就是立刚武枪的卡嘴烂的瓜。我们要对马总统说，他们到底有没有听到人民的声音呢？好，大家请听听看吧。谢谢大家。那我们第二首要带来的是苏打绿的《无眠》。那为什么要带来这首歌呢？因为大家在这边守候了好几个晚上，睡也睡不好。我们这只是要等一个答案，等一个政府的回应。那我用这首歌来表达对你们的敬意。大家真的很厉害，谢谢。